10月26号，以跻身国际影坛的李冰冰连日来都忙于《变形金刚4》的拍摄外景，备受重视的她以一身冷艳造型演出，更获导演 Michael Bay 主动拥抱，让电影公司的摄影师拍照。又在她拍照时搞怪做鬼脸，连新变形女尼克拉佩尔茨都望尘莫及。当天剧组继续在西九外的海滨长廊取景，冰冰除去墨镜，露出一双美眸，美艳动人。可能是香港的拍摄也接近尾声之故，两人更互相揽腰，亲密拥抱合照，羡煞旁人。除了导演外，冰冰与剧组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都相处融洽，与众人大合照之余，剧中演员也与这位东方美人争相合照。为配合造型，冰冰每天都要脚踏高跟鞋10多个小时，双脚更磨出水泡，要工作人员帮她脱鞋贴胶布，可见她地位超然。而冰冰贴完胶布后又再度投入工作，十分专业。傍晚时分，她拍摄驾驶劳斯莱斯的戏份英姿飒爽。拍罢戏份后，她离开时接受记者简短访问，表示日内就拍罢香港的戏份返回内地了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